中音器、中音準、低音上，好嘅。兩個都唔錯。阿子珊啊，你去緊邊度啊？我唔講俾你聽，你咁八卦，你自己估下啦。啊，你好似以前一樣，成日叫人估嘢嘅，估唔估？你講啦。其實都冇乜特別，我都喺度買嘢，買完噶啦。咁咪諗住翻屋企咯，咁聽到有啲音樂聲，有啲人唱歌，順便睇下咯。咁你咧，你去邊噶？你唔好講，你今次到我估，我就估得中噶。呢啲日子都係去買啲生日物俾朋友噶啦，係咪？唔係，你好似以前講嘢咁快嘅，唔係啊，呢個。哦，我再估下先。你今日著得咁特別咁靚，阿 Sir， 你鬼嘛？你一定要去拍拖。哇！你唔好俾我太太聽到啊！唔係啊，子珊。咁你究竟去邊啊？你快啲講我哋知啦。其實我去緊一個皇帝嘅生日會。皇帝嘅生日會？係啊。阿 Sir， 我諗你一定去玩我啦。美國而家邊度仲會有皇帝㗎？去緊聖誕嘅崇拜啫，阿子珊啊，其實你有冇聽過聖誕節其實為咗啲乜嘢噶？聖誕節係為咗一啲嘢嘅咩？我由細到大都以為聖誕節係整出嚟俾我哋可以放假，去百貨公司買減價嘢，同朋友食飯，收下禮物咁嘅啫喎，唔係㗎？唔係，子珊，聖誕節點會淨係俾我哋放下假？吃下大餐，買下嘢咁簡單咧？其實聖誕節係去慶祝一個君王嘅降生，佢就係耶穌基督。咁你有冇聽過耶穌基督啊，先生？耶穌基督聽過，但係唔知道佢同聖誕節有關係喎。咁你想知多啲啊？梗係想。好啦，我就將聖誕節嘅真正意義話俾你知啦。好啊。今日嘅我哋有啲乜嘢關係啊，陳 Sir？ 你個問題都問得好好，應該點答你呢？不如咁樣講啦，子珊。耶穌有另一個名稱叫做以馬內利 （Emmanuel）， 你有冇聽過啊 ？Emmanuel 以前喺宗教堂好似聽過下，但唔知點解喎。我講俾你知啦。以馬內利嘅意思就是神與我們同在。耶穌基督的降生不單止將我們的罪完全的去赦免，祂甚至乎決意降生為人，為了要去接納我們。神很想和我們每一個在一起，每一天去度過我們的生活。阿子珊啊，剛才你也有提過馬槽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你又知不知道耶穌為什麼會在馬槽降生啊？耶穌在馬槽降生很簡單的嘛，是因為當時客店沒有房，那他就是被迫在馬槽出世，那麼簡單。不是那麼簡單的。不是的。是，其實耶穌不在皇宮或者富貴的人家裡面去降生，他單單選擇一個最卑微的地方，馬槽。他為了去告卑甘心的，他願意去接納我們，在最卑微的地方馬槽降生，來到我們當中，願意和我們一起。以馬內利，神與我們同在，就是這樣解。那代不代表在我最不開心、最無用、最失敗的時候，会的，神是愿意在我们开心、不开心、失落的时候，都常常与我们一起，陪伴我们行这个天路。耶稣基督真的很爱我们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他真的来到我们的当中。我们打架了。是啊。哇，原来我们这么快已经到了教会了。呢個就係你教會啊！咁多人咁慌嘅，阿姐唔係兼會姐姐喎，係喎，呢個新朋友子珊啊 ，Hello， 唱歌啊，係啊，喂，子珊不如同我哋一齊去慶祝聖誕啦，好啊，慶祝耶穌基督降生。
好啊，不如我哋就唱呢一首《冰天的太陽》啦，好嘛？好啊。哦。